炸出来的，香是糖，啊，真的有个味道，啊，真的有味，它是糖，不是糖。用着面粉跟放一点点糖做成的一个软糖。你们想吃吗？对啊，我真的吃糖，但是这个强，是不是？这可真是我们童年的好吃的。吃完就广西人民的牙口都特别的好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就不好吃吗？它是那种有甜甜的味道，但它有那种葱油的味道。哇！我们尝尝。然后是软的那种。哎，那朋友，我怎么吃？它就是用。什么都很丰富的，那个好吃哎，葱油。